天然的植物经常具有一些神奇的疗效。事后据中新会发现，最近在南部有人引进一种来自非洲的号称神秘果，而号称可以不仅能够让你减肥的效果，甚至在喝酒之后含一颗有降低您体内的酒精成分的可能。真的如此吗？南部新闻中心的报道。这一片一公尺高的大盆栽就是西非进口的神秘果，一节小拇指大的殷红果实，一粒就得价值100块钱。为什么这么贵？因为吃了神秘果，柠檬跟葡萄柚入口之后就会变得特别的甜美。哎，真的是甜的。就因为吃了神秘果能够改变味觉，有人是边吃神秘果是边喝柠檬原汁，结果2个月之内瘦了7公斤，76公斤。现在剩下69，多久？2个月左右。不止如此，神秘果据说还能够解酒，顿时成为了民意代表跟警界高层的最爱。但是它真的能够解酒吗？实地来测验一下，喝上一杯 whisky， 对着酒精测试的吹管一吹，酒精值是高达1.13。而接下来神秘果派上用场了，弹的慢慢吸，慢慢吸，慢慢咬，慢慢咬。0.20，0.20。真的神奇，1点多马上降到0.2。我吃了以后感觉到嘴巴里面是甜甜，但是头还是有点晕，就显见这个酒精还是在的。所以它只是改变了口腔酒精浓度。由此证明了神秘果虽然能够解除口腔里面的酒精浓度，但是体内酒精的成分却是依然存在，所以千万不要依赖神秘果的功效，大胆酒后开车，否则后患无穷。